说这个秤锤 A 的质量是三公斤，来给它去三。然后呢，施力呢往上 F， 使得这个木子静止不动啊，静止不动哦，静止不动等于什么意思？代表合力是零。然后呢，合力矩呢也是零，好，把它记下来。他讲静止不动代表是两个意思，合力为零，合力矩也为零。好，那么请问你施力多少？来，这个应该先找合力矩吧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往下吗？所以它是数值的力矩。请问你它的力矩多？哎，它力矩多少？力臂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力矩呢，就是哎，力臂力矩就是三乘以十。啊，它的话呢是就一二，就是二乘以 F， 所以两个应该怎样？相等嘛，这才是合力矩为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打多少答案出来 ？F 呢是变成了二 F 等于三十，所以 F 应该等于十五，所以答案选 B。十五吗？我看一下，对，十五。答案给你猪吗 ？B 吧。好，再来第二题。那么，请问你支架的力是多少？来吧，你看一下这边哦，这个不是往下三吗？往下是三，对不对？这个往上多少？这个是往上十五。那如果要合力为零的话，代表支架怎样？支架应该往下吧？对不对？啊，这里十五，这里是三，所以这应该多少？这应该是十二吧？所以十二应该往下，所以答案选择答案是 C。会了哈 ，OK。